现在，自画像五分钟倒计时开始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看着别人的作品，这样子吵，这样子笑出一声呢？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这应该是我只剩了25年至今以来画的最好的一个作品。我就很简单，我是一张我的照片，我记得我当时还有我的羊腿们帮我画了一张这样的照片，但是我应该达不到他们1/10的功力吧。他们也画了一张我的那个照片，所以我当时脑袋里面要画一个代表我的 logo， 我就想到他们画的画，所以我这样画了一个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代表我吧，所以就这样子，这是我的签名和我的照片。